飞进场，同时邀请我们顺利带领西湖战场上台接受战旗。近年来，政府不遗余力建设大众运输系统，台铁局配合政府政策，改建或新建沿线捷运车站，使运输服务更贴近民众生活。南树林站紧邻树林地区10公里，对于地方发展与居民生活将发挥最大效能。战旗授予代表铁路精神的传承，也代表任务的赋予，并期待南树林站能秉持铁路刻苦耐劳的传统精神，用心服务旅客，革新锐进，再创佳绩。接下来我们的李站长责任将更重哦，除了这个树林站站务管理之外呢，更要担下南树林站旅运的服务。特别是我们李站长一向是秉持着充实自我、求新求变、积极参与的理念，因此呢，我们相信在李站长的带领之下，南树林站的服务跟设施一定是可以满足我们民众的期望。受旗，李站长请挥舞战旗，一挥旅运平安创新服务，二挥四通八达财源广进，三挥地方繁荣政通人和。掌声鼓励。副局长将重任交付南树林站李西武站长，期待李站长秉持以往任劳任怨的精神，继续发挥长才，不负众望。谢谢副局长，李站长请留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一日站长的授予仪式，我们邀请树林站东山里高见识里长上台。